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少年之女，哈哈哈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做什么挑战？哦，忘记先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TO 的薛恩 Sean， 我是团里的中低音，团里的 Bass。今天据说有一个方言挑战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个，东北方言，赖几，什么意思呢？不知道。听起来有点像骂人的，赖几，赖几。上海方言，身体挪能，啊，太难了，谢谢。第三个四川方言，克西头尔，啊，谢谢。长沙方言，强墨子，好吃吗？还是吃什么？那接下来呢？这些解答就交给你们。如果你替我解答成功，就是为我成功的蓄力，为我打 call。那要多多支持我哦，我是 CTO 的薛恩 Sean， 冲呀！